鱿鱼。来上一个啊，把那太肥的鱿鱼啊。嗯。过瘾。超大大鸡排来了！哎，好久没舍得吃了，好几个月工资。香，全部的肉，超级大巨螺来了啊！看到吗？一个一斤半，来上点红油，上点红油，上点大面，好，哇塞，太有食欲了吧！好，好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视频必须给我来个双击。回家不能吃，哎呀，好了太大，干不能吃，竹节生，太有食欲了，如果开成功了，来个双击；开不成功就不要了啊！哎，感觉够狠的，点个赞，已经碎了啊，破了一个大洞，哇塞，肥不肥啊？哇塞，太肥了吧！香。生腔长腿八爪鱼有没有吃过的？也算是一道名菜，我们当地饭店里面都有这个活了。还有你看还粘上面了哦。呵呵，来一朵海里的菊花，认识这什么吗？哎呀，老漂亮了，这是海葵，生姜一个啊，哇塞，这还动，哇塞，太好看了这个，海里的菊花，哇塞，哦，哇，敢吃，哎，谁吃都碰，喝到水的这个，吃这个。西林鱼子，来上一块啊，红色的，里面还有刺，鱼皮。